晚安，晚安。这什么主意？希望大家这个把握时间来拍照。而且其实很难得，可以拉到工作去，所以8:00起来都没有那么晚。香蕉吃完了，请接受。来，4月29号、30号我们会在台北，5月6号、7号会在台南，6月23、24会在台中，9月2号、9月3号会在高雄。那希望大家有点对有问题的话，可以上那个宽宏售票系统以及护士工厂的脸书，谢谢。签名了，三个主管，希望能发起。好吧，你是头像。希望我们的新家人赶快能够顺利。那你在那里做什么？这里啊。啊？这里。那是黑色螺旋什么？那是大金变成大金刚张香港脚。哈哈哈。变成大只脚。哎，这个刚过去检查不？黑色螺旋谁的？礼拜一是连假的。他们又没动过。黑色螺旋存在。喂。没哪只了。在看书呢，准备以后要当太空人的样子。我想成为太空人，啊，太空衣。变成黑色的，好像。